幸好我平常都有准备。这样有集中吗？本文身高163，体重40，三围32.1、23、35。他是宝宝，身高165，体重47，三围32.1、23、35。不好意思。等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对呀，转过去让我看看你的背。有信心放得开吗？试试看。就他了。雅雅，真是恭喜你了！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你可以走时装彩妆的主秀，主秀哎！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跟我说啊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可以帮忙。谢谢。你们也不错啊，也都有秀可以走，其实不是主秀。对呀、啊，就像我们三个之前约好的互相帮忙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把这场秀走到最完美。是啊是啊，雅雅，你说是吧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晚上秀导约了我去夜店，你们就一起来吧。真的吗？